哎，昨天我说过我要参加学校里面的接演啊，我还在担心他们要唱什么歌，因为，知道我不怎么听这个流行曲，我要看看他们唱的什么歌。原来他们唱的第一首是一首流行曲，叫《森林》，是 Mister 的，刚好我是懂这一首歌的，还有两首是其他的一些宗教的歌曲。那两首当中有一首我也懂，现在我先练是这一首，还好碰巧这一首是一首旧歌，不是很新的，所以我还懂，我还听过。静静凝视窗前，脑海的思绪像花，在冬季睡眠。还好，我很快把它拿下了。静静凝视窗前，脑海的思绪像花，在冬季睡眠。天边已泛彩霞，这一刻都是像画，但始终一个归家。转眼间，太多的变化，人潮内听这闹市的笑话。瞬间所有悲伤都只觉渺小，慢慢学会世界若暂停，仍不再重要。最后到副歌了，我用这个伴奏。其实命运就像大厦，如都市繁华，宁愿如灯火中的密码。露台看看世界吧，这个天下。小的风光不再吗？见过几多变好了，先拿上一首，我现在再练其他两首。好了，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里。我是卡洛斯，喜欢我的视频的，请关注、点赞及转发。再见。